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我咧看，头拄啊，咱的委员长讲了足好咧。啊，我坐伫后尾啊，咧听，若听甲足好咧。啊，但是有诶少年诶啊。真正甲学校那敢要共款的款，拍咧还伫遐咧，哦哦，所以安尼好无？安尼会使安尼无？我拜托大家吼，大家徛起来一下，家己拍扑啊一下，安尼好无？啊，请拢徛起来一下，后尾遐个少年的话拢徛起来一下。哦，徛起来一下吼，啊，拍扑啊一下，好啦，感谢啦，大家坐落来。因为大家来上课足无简单啦，啊，我也要甲你讲，我来遮上课也足无简单啦，是安怎讲？希望大家来遮电走的。目的伫什么所在？爱想这点。咱美国甲咱讲，直直要接近接接阵的时间，得接近啊！咱大家拢爱有精神，安尼对唔对啊？我话七十几岁啊！我哪会爱安尼咧拼？所以少年咧，恁要足侪时间。有诶，我咧讲话啊，无爱看我遮啊啊头啊咧咧。咱一定甲流氓政府无共款，大家爱提精神起来，一定要甲。早日甲关啊！金门妈祖平潭岛，大家有心情啊？无啊？好啊，拜托吼啊！迄个徛遐吼，稍啊耍咧，好无？遐那边车坐入去吧吼。啊！我咧上课，我也无爱讲影响到啊功课，啊，甲咧做其他诶代志，吼、哦，歹势啦吼、哦。因为上课是我诶权利，我诶时间，卖甲用。我咧上课，大家尊敬我，啊，我大家足尊敬大家。希望大家拢提出精神，甲咱要甲流氓政府赶好出去同款。所以咱坐伫遮，以后拢是啥？决策者，以后拢是啥？执行者，啊，甲管理者。那管理的人马马虎虎，安尼咱也使。接这个政权，咱一定甲流氓政府无共款，所以秘书长有交代讲，咱要电招，我迄阵来想，电招要互大家了解啥？我想想来讲，公共事务啦，爱互大家以后要做计划，要做管理。要做控制啊，咱政府啊的政策啊，甲的事务要安怎做？爱了解一下成本啊。咱袂，咱袂成流氓政府。
因安怎？什么啊啊政策？哦，花博啦，好啦，乌白开，一个应采，一张应采讲偌济？两三百块啦。啊，你大家去想看卖。所以我今日讲的题目，就是要让大家以后你在做公共事务的时候，要去考虑到讲成本的观念啦。所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来这的目的是要做什么。啊，不只要知道讲成本的观念，有的企业对成本的观念足清楚，直直做，直直赚钱。有的企业，恁周边的朋友也好，恁周边的亲戚也好，大家去想看卖，是毋是伊原早生意出来足好，为着要扩大经营，搁去起一个较大间的，要想讲订单接较济的，无两三年就倒翘翘，是啊，毋是啊？一定有这款的朋友，是啥物原因？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！这个人以前生意都做足好啊，搁要接较大点啊，大的订单啊，搁啊，甲工厂搁扩大啊，搁甲扩大，啊，搁厂房搁直直起。我两三年了，啊，就讲倒去啊啦。这就是什么情形？成本的观念无清楚啦，所以我今仔日甲大家探讨是这个问题。早期的初级班，那我咧开课的时，我定来咧讲一科要做两科用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这那个成本的观念好啊。咱即马来讲啊，今日要甲大家探讨啊，有即几点，但是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若早随身带的人甲扩登去啊，则拜托咱的啊同心吼，你早随身带扩登去。我重点啊，要甲讲什么叫做公共事务。啊，甲尾啊，遮，甲尾啊，遮，吼，迄个，互人咧做成本决策的时啊，啊，重要啊，诶，决策的时啦，啊，对这个成本的观念啊，啊，互无去考虑到，我上简单就好啦。为什么流氓政府？伊个迄个叫做发电，伊咧要用核能，伊有去考虑到无成本的问题啊？无，有去考虑到各种的因素，核四公起伫大屯区的啊火山活 火山附近啦。啊，这不是包死的，要创啥？大家去想，伊真正要认真经营台湾无？咱看迄阵啊，我做兵的时讲，反攻、反攻、反攻，大陆起啊，定安尼唱济啦，讲七年反攻啦，啊，当然唔知几年啊。啊，即马讲。两相好啦，咱家的将军拢走迄边去啊！啊，莫怪
咱头拄啦，咱啊，迄、那个委员长咧甲咱讲，是啊，足悲哀，足悲哀的。吼、哦，啊这，吼、哦，别好大家知影就好。啊，过来讲啊，成本效益，这个成本效益我足重要。啊，过来啊，咱的结语吼、哦，主要要讲这个，啊，时间上，吼、哦。和大家清楚一下，啊，咱即摆来看，下面叫做公共事务。一般来讲，政府机关所做的代志，咱会使讲公共事务。公共事务的重点是啥？是要解决人民的问题嘛？啊，过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嘛！啊，过来，予咱这个社会较好个，啊，来促进这个社会福祉嘛！啊，来就是啥？国家啊，保障国家的安全嘛！这有这个情形，啊，要所做的代志，啊，来定一个啊，这个执行的各种啊，各样的。事务活动，这叫做公共事务啦。啊，咱即马要阁请大家吼，一月七日来有来参加新春餐会，举手一下看卖咧。哦，感谢，若无超过一半啊，谢谢吼，无超过一半以上嘛，所以咱。今年啊，这个餐会啊，咱的舞台上啊，啊，这个要给大家看这里。咱这个舞台上啊，就是啥？就是讲为百姓设想，就是咱即马公共事务啦，是一切为百姓设想。恁来遮受训，以后出去拢是咱的高级人员，毋是科员的，起码拢也是要做决策的，要做监督的人员。啊，所以恁家己心内就爱讲，咱甲流氓政府无共款，啊，是要爱做啥物，讲一切为。百姓设想，啊，就是要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凡是人民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你要去给解决。你要定政策的时，你要去想到。吼、哦，啊，个人民的需要是什么？大家讲，即马无头路好做，是安怎？无头路。大家唔知会清楚未？伊挑工，甲咱的大学生讲：“啊，你找无头路，留得学校做啦，啊是阿 K 啦，安尼，啊，拢用这个方法，即卖唔是啦，中国来的学生啊，大学生一个月换谈命咧。”两万外，研究成果较济，所以讲以前讲八千啊，讲啊做啊啊几千个尔啦，讲几百个尔啦，即卖讲直接讲两万几个啊啦。咱遮个讲无这个经费补助咱个做家己个人民啦，所以这就是啥物原因？伊就按算讲。马英九家己讲的啊，讲首都伫带，讲南京啦，讲南京啦，啊，这是伊的思想，甲咱人民的问题拢无去解决，啊，拢乌白来啊，伊想安尼做安尼，
教育部，嘿，国家要大家即摆我足火的啦，课纲微调，啥物叫做微调？所以啊，要甲大家讲，咱来遮，就是有一个希望，希望早一日改请请去平潭岛啦，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啦。后来，咱即摆阁讲成本是啥物叫做成本？成本吼啊，爱好了解者，成本就是支出啦，会使简单地讲。大家来车啊，电钞拢爱安怎？拢爱成本啦。你交出来成本，那爱带挂关联。观念转去，新的想法、新的观念转去，安尼大家都有所收获，吼、哦！啊，有所收获就是啊，咱来用这来解说，咱来用这个叫做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图来解说，那是有收获啊，就是资产啦。啊，那没有收获就是啥啊？损失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给大家，你来这交的一千块，有收到嘛无？有收啊？有收获啊无？啊，这个你若讲有收获，啊，你都那讲赚到啊。来这上课，拢有一些新的观念，啊，讲师甲咱讲的，拢因的。现身说法，大家拢讲了足清楚，啊，大家那会足清楚，咱的目的是啥物？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你那是要做啊，无说好，啊，这都是损失去啊啦，吼、哦，这予大家知影就好吼、哦。啊，咱搁讲，你那是这个成本啊，那是考虑无清楚，合适。开遐侪钱，啊是安怎？讲以前讲啊，迄是美国讲叫咱，因为迄边啊，刚刚啊那个因遐个做啊议员啊国会议员，要推销这项物件，啊是要推销啊军火，啊甲你讲好，恁要用核子，咱无爱去利用欧洲个先进个国家，甲咱。较同款的，咱无爱用太阳能，太阳能的发电，咱无爱用绿能的啊发电，拢无去想到吼，唔是安尼啦，内底文章足济咧，吼、哦，咱无爱去啊讲遮，咱要阁了解一下，台湾的天然资源拢是有限的。咱这个啊，以后咱要执政的时，咱爱去想，甲咱较同款的国家，好的，咱去甲学。新加坡变形啦，咱一定也要实施变形。新加坡管理也真好啊，伊那是一个小的国家。哦，咱都爱个起厝，啊起啊，互因去入去遐，啊去遐啊，派人个入去遐去纳粮，个诶免交钱。啊，大家有闲啊讲啊，我都要做派，做个入去遐休困，安尼敢对？绝对唔对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个天然有限在参考，甲咱同款诶。因的政策安怎，咱就爱照因的政策去做。好、哦，这爱好大家了解哈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咱要做啊决策的时啊，拢爱考虑着哈。啊，这一定是这个情形。过来，咱的上大的目的地带，咱的国家政府啦，爱啊国强啊，
人民富有，这是咱的目的。在打破这，就是唯一，就是爱有这个政策。啊，用这个头拄啊啊第二点，这个来改变。即马有啦，讲要推行了做啥？最近啊，财政部讲要推行。